真没想到在里面发生了这样的事呢。你早就知道了吧，在战斗中我感受到了你的视线。哎呀，我还记得你最后说的那句话呢，我相信我自己，也相信你，远胜过相信这些无聊的数字。原来我们已经是这种关系了吗？我好感动啊。谢谢你救了我，但为什么？因为这样会让事情变得更有趣呀。让我换个问法吧，你明知道会发生这种事，却还是没有采取任何行动，为什么？仅仅是因为会让事情变得更有趣吗？我就知道你最了解我了。哎呀，别走嘛。好了好了，我承认我知道的是比其他人多那么一点点，就只有他想把你当作意识转移的容器这点，还有这就是他真正的目的这点。听起来这已经是全部了。怎么会呢？他为什么选择了你，要如何做到转移，以及为什么选择现在实施，这些我真的都不知道，所以我才会希望你多和他说说话，好帮我解开疑惑呢。以我的命作为赌注？你肯定不会输给他的呀，毕竟牙医可是美貌智慧力量都与我相当的完美女孩呢。可以了，到此为止吧。我可是真心实意的在夸你啊。算了，如果我真的陷入了危险，你其实也不会坐视不管吧。至少我明白了你和他的目的不尽相同，目前来说这样就足够了。我会继续前行，总有一天我会看清你真正的目的。啊，好吧好吧，真是的，为什么所有人都觉得必须要怀有目的才能去做什么呢？真是令人惊讶，绿者，你竟然还活着。好吧，对你来说这或许已经算是相当友善的打招呼方式了。哼，也许你应该感到庆幸，庆幸自己还能活着听到我的称赞。称赞？是指刚才那句？能与那种状态下的梅比乌斯交手而不落下风，看来我确实低估了你成长的速度。现在的你说不定已经有了被我的怒火燃成灰烬的资格，想试试看吗？不必了，我并不想和英杰之间进行不必要的战斗。那你想干什么？继续像只苍蝇一样在这乐土里到处乱飞，然后逮住一个人就开始问他问题吗？我建议你换个更礼貌一点的说法，千杰。换什么？你这不是能明白我是什么意思吗？行了，绿哲，你也用不着再和我绕圈子了，听着就让人心烦。我的耐心有限，想问什么就直说吧。我在苏那里听说了一些和克莱因有关的事，我是指梅比乌斯曾经的助手，身为人类的克莱因。我听说他也是第十律者的个体之一，他袭击了梅比乌斯，并且死在了那场事故里。那场事故似乎有着很深的内情，出于种种原因，苏向所有人隐瞒了真相。
我从来没听说过还有什么内情。那看来苏的隐瞒的确很成功。不过梅比乌斯自己倒是对此有所察觉，他认为苏和其他人之所以瞒着他，是因为他们害怕他在得知真相之后会像千劫一样展开可怕的报复。我在档案中看到过与此有关的记载，在第十律者的事件中，你和梅比乌斯一样，都有一位熟悉的朋友成为了律者之一。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伊莫尔是这个名字对吗？别和我提起他的名字，律者，你没那个资格，你们都没有那个资格。滚吧，律者，我的耐心已经用完了，除非你想让我现在就杀了你，否则给我滚。很了不起，虽然不知道你为什么会和梅比乌斯交手，但如果有后继者能够击败那种形态下的他，我一定会将其保留在自己的记忆备份里。所以你应该是第一个做到了这件事的人。谢谢你，华，但就和艾莉西亚一样，我不认为梅比乌斯已经用尽了他所有的手段，毕竟战斗应该不是他最擅长的领域。而且从你们所描述的第一研究所的那场事故来看，乐土中的梅比乌斯，他很可能也没有展现出梅比乌斯曾在现实中拥有过的全部力量。第一研究所？没错，华，你曾向我提起过一场发生在那里的事故，就是在那场事故当中，梅比乌斯第一次展露出了那种像是巨蛇一般的形态。就算是因为应对得太过仓促，但能独自与多位英杰对抗的他，应该也不是现在的我所能战胜的对手。不要妄自菲薄，牙医，你已经做到了这样的事。希望如此吧。对了，梅比乌斯曾对我说过，那种姿态对融合战士来说，其实是一种在手术之后就会具有的本能。对你来说，同样也是如此吗？我似乎从来没有在你身上见到过与之类似的状况。不仅仅是我，除了梅比乌斯博士以外，所有的融合战士应该都会尽可能地去压制自己的那种本能吧。融合战士的本质其实就是在以崩坏的力量来对抗崩坏，相比于普通人，我们其实本就更容易滑向崩坏所在的那一侧。在接受超变手术的那一刻，我们就已经迈出了从人类向崩坏兽转化的第一步，而最难的往往都是第一步，在那之后的第二步、第三步就都不会再是多么困难的事情了。你很担心，或许有一天自己也会变成像梅比乌斯那样的怪物。是，但我更担心的是，为了彻底战胜崩坏，或许有一天我们会不得不做出与梅比乌斯博士相同的选择。我很担心除此以外我们将别无他法。
Thank you.